善面慈，护生命好，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，四主妙严品第一之五。夫是普贤菩萨摩诃萨，入布施解脱门方便海，入如来功德海。这以下讲这个菩萨众啊，就是同生众。同生众先名普贤菩萨，他所得到的法门，得到一切法门。其次是说十普菩萨，每位菩萨各得一个法门。还有十一名菩萨也各得一个法门。现在我们讲普贤菩萨入布施于解脱，入布施于解脱。什么是布施于解脱呢？先讲布施于，是绝言思，绝文字相，离于议论相。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，就叫不思议。那一般的说呢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那只是那个话题的本性不思议。话题的本性，方便呢，从这话题的本性，视线阴门的方便善巧，方便都是讲阴的，讲阴门的，说普贤菩萨入这布施于解脱法门。而能够在这个布施于解脱法门行解方便，入海，海是比方的意思啊。那入了功德，功德也加海，海是比方形容，甚深广大。那么方便呢，就是在这个离体上啊，在离体上。没有言说的，离一切相，这是真，有真如的实体。说要想从这个真理上成就一些事，在果上不能说的，因上可以说，因说啊，巧立因门。因呢是发心了，出发意了，从因起果，这叫方便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大方广佛讲，从哲罗本体说，没有言说了，方便善巧，四现言说，四现言说。什么？所以说讲，相信你自己的心，相信自心与毗卢遮那无二无别。
这个时候是体，体呢纯粹讲理性的，怎么能达到？我体聚了，把体聚了变成了现实，用理来成事。体聚的是理，变成我们现实现在的修行的现实，那这个叫方便。方便是药师说的，真理体性是要理说的，用理来成事，用理来成事，那么就理事无奈了，理事无奈了，这个就用方便善巧。说空不迷于空，说空不迷于空，说是对吧，用这个因来起这个果，叫因果交彻，因果交彻，理生事了，事了变成理了，每一件事都变成理了，这是华严所讲的那个世事无奈法界。从文字这上讲啊，大家记住比较困难。理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心，现在心啊，这是指真心说的。事呢，就是我们以前生活所做些事情，事事都变成理，吃饭呐、穿衣呀、行住坐卧呀，都把它变成一真法界，你看事来成理，事就是显理，那这个事呢是理成就的事，事又能显理。那理即是事，事即是理，这就叫理事无奈了。要想这个《华严经》殊胜的法，显它的功德。当你气正的时候，气正的时候，因地修，修到成就了，达到究竟了。这就叫因缘，因缘满了，因缘满了就投入果海，果海正入果，这是从因入果，因缘果满。但是在你具体行的当中有差别的，差别的，把这些一切差别回归于一切陀法门，就像水似的，各个的河流沾上所下的水，最后都还归于海，就是从别入总。但是我们念佛、修禅观、学教义，人家各菩萨的圣号啊，佛的圣号啊，读诵大乘啊，这是在行的过程当中，行的过程当中是有差别的。当你证到佛果了，入了解脱门了，就没有差别了，没差别了，就同归国海，所以普贤菩萨所入的不思议解脱。怎么入的呢？是以方便，方便法门入的。那么说是大家都还都知道十大愿望吧？就从十大愿望而修，气证佛的骨海。这是从事上达到理，达到理。那么我们现在一天
所以早上起来三点钟起来吧，啊，说上殿过堂，闻法，或者念佛，或者修行，或者做一切差别事，都把它叫成佛事。佛事呢，这叫商方便善巧，没有方便你不能去入。侵入了之后，得到最后，得到解脱，得到解脱。但是这个解脱的法门太多了，以下呀念十种法门，来彰显这个重重无尽、不可思议。有解脱门，名为严净一切佛果道。调伏众生，令究竟出离，这是一种啊。有解脱门，名普义，一切如来所修具足功德境界。有解脱门，名南离一切菩萨地住大愿海。有解脱门，名普现法界微尘数的无量身，微尘数的无量身啊。有解脱门，名演说骗一切果度不可思议的数，差别名，差别名啊。有解脱门，名一切微尘中悉现无边诸菩萨神通境界。有解脱门，名一切微尘中悉现无边诸菩萨的神通境界。有解脱门，名一念中现三四劫成坏事。有解脱门，名四现一切菩萨住根海，各入自境界。有解脱门，名能以神通力化现种种身，遍无边法界。有解脱门，名显示一切菩萨修行法的次第门，若一切广大方便。这上头举了十个解脱门，十呢是从一到十，形容无尽的意思了。十个还有十，十个还有十，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的十。就是解脱门呐，随众生的因而给他说法，让他解脱。众生有好多呀，无穷无尽的众生，对于每一个人说不同的根基不同，他领受不同。咱们先讲这第一个的解脱门啊，严净一切佛果度。调伏众生，令究竟出离。严净一切佛果道。咱举例来说吧，咱们现在所居住的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的果道，他的果道叫三千大千世界啊。你要想利益众生，得有个处所呀，哎，没个处所，到哪去利益众生去？严呢，就是庄严，庄严。比如像什么法堂啊、花呀、香啊、灯图啊，这硬体的建筑物了，严就是庄严，严丝的意思，庄严的意思。同样就是处所，说在这个住所
调伏众商，调是调理，把它理算，很杂乱的，众生的业啊非常杂乱，那么你要想在这个国度调伏众生，得适合这些众生的生活习惯，这个佛度呢，就是佛的国度，分四种，分四种，有横，有竖，有大，有小，各个的差别相吧，有咱所说的。凡圣同居，有凡人有圣人，这凡圣同居，唯有圣人没有凡人，那个国度，那个度又不同了，那方便有余，说大菩萨纯粹是得大菩萨境界，都十地菩萨所居住的，那叫十报庄严，佛自己所居住的叫常寂光，这寂光净土，凡圣同居，方便有余，十报庄严，常寂光，徒有四种，不论从哪一种说，一尘一刹，尘是最小的，一个微尘嘛，最小的，一个刹，刹就包括一个佛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不刹，都把它严净了。严呢，用法力庄严，咱们所严净的用事物庄严，打扫清洁卫生啊，供下香花幔呐，这样的严净。这是严谨啊，这所言的不同，所言的不同，但是以说法为主，说法为主，问他究竟处理呀、问了法了，法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教你的处理的方法，处理方法，这四德四个的依止处不同，那所教授的方法也不同。我们先想讲讲这个调严度调升。调众生调什么呢？调众生的烦恼，调他的习气，消灭他的业障。那么身有四身，土有四多，土嘛就是依止处所，何身依止何处，第一个是法性身，就是性身，性身依止是性土，法性身依止法性土，它是以真如为他自性，为他的本体，为他的身，这叫法身佛。法身佛所居住的土叫法性土，是理，这叫理法界。理法界存着的寂光净土，比如常寂光净土。身跟土跟你所依处所，生活就一只果吧，身所一只果，身是自性身，土呢是自性土，这法身住在寂光净土，这纯粹理法界，身是空的，土也是空的，法性身是空的，
法性土也是空的，嗯，身土不二，没有差别的，不是我们所说的色相所能摄受的，没有色相，嗯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身是如同虚空，土呢也遍一切处，也入虚空，这叫自性身依着自性土。自受用身，他受用，他受用身。所依之土就是受用自身受用的土，所依之处所，真所处所。这个身土是以法喜为乐的，是以法为自受用身，这是自己的报身。这个佛呢是卢舍诺，国度呢是十报庄严，不是寂光了，十报土。佛以清净的清净的报身，报身住在这十报庄严土，度的众生都是大菩萨，地上的菩萨。大家读过《梵网经》吧？都很读着都熟吧？《梵网经》就是卢舍诺佛，罗佛、陆佛坐的那个座，宝座，是一千亿、一千个莲花，一千瓣莲花，莲花瓣是一千多，每一瓣就是一个果豆，这叫释迦大化。每一个释迦有化现千百亿释迦，这十宝庄严洞千百亿释迦所做的果子就方便有余了，大千世家住的方便有余。那么一个释迦牟尼就换个千百亿释迦，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释迦，千百亿国与千百亿个释迦，这叫小化，小化，这是凡人也有，圣人也有，凡圣同居，同居。佛的四身，现的四度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还一生身。那么在这个清净佛国道，这四土除了这常寂光净土，这三土调伏众生，让他都达到究竟清净。究竟清净呢，都像佛一样的也能成佛。这个土啊，就所居住处所呀，是随着你正报转移的了。正报如何，所显现的你所居住的处所就如何。他那庄严的受用也都各有各的不同，各有不同。那讲到他受用，他受用身，他受用陀，佛的应身，有圣应身，刚才讲了，就是千世家就是圣应身，
千百十一十家呢，就是列应神，佛以他大慈悲的力，所以是十地菩萨所依得的，所以得度的，这个净土呢就是大，很大，这是他佛现的十宝庄严，是为他受用，他受用就是众生受用，于是他受用身得他受用土，这是指的专指的十地菩萨，十地菩萨就是第一地欢喜地，欢喜地，第二地呢是离垢地，第三地是发光地，第四地是宴会地，第五地是南胜地，第六地是现前地，第七地是远行地，第八地是不动地，第九地是善慧地，第十地是法云地，这个地呢就是十地菩萨他正一份法身，断一份无明，这叫圣应身，十宝庄严度的圣应身，但佛的化身了就变化身，变化身嘛，它转化不定，咱们看见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啊，是个比丘像，老比丘像，像说随众生的福德所见的佛身不一样，现在呢咱们连圣应身莲应身都见不到，所见的是像，像铜铸的呀，泥塑的呀，木雕的呀，见的是种种像，这都是变化身，变化身就变化的土，因为变化身的不定，土已不定，所居住处所啊，果度也不定，时而好，时而坏，啊，时而很安静的，时而很混乱的，这是随众生有什么缘，居住什么处所，大小都不一定的，是变化的身体。若我们当前，我们现在的所处的处所，都是我们这个国度啊，有的战争，有的灾害频繁，有的水灾、火灾、地震，种种不同，这是随你众生的业所感的，所以你受用的土是变化的、无常的，你的心变化过，你所处的处所也在变化，这理性的咱不讲，理性的大家这个很深的，咱从客观的现实来讲吧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解脱，这个是指解脱门说的，都是解脱的，正报解脱了，依报才能解脱，正报不解脱，你感的果度不解脱，同是一个果度，同是一个处所，各个人所做的事儿不同，那说你感果呢也不同，住的土呢也不同，你住这个房子也不同，什么呢？随你的正报的福德，你这样来理解，让法性山住的法性土，受用山住的受用土，变化的，随业变化的，那就随着化身所住的土，各有各的差别。咱们知道，有住在环境。